2023荷兰园巡礼活动由11月4日开始，为期一个月，在荷兰园、雀仔园及望德堂区一带举办一系列活动。活动开幕礼11月4日下午于枫堂斜巷望德圣母堂前地举行，一众嘉宾出席并助礼。是次活动由旅游局资助，由望德堂区创意产业促进会主办，旨在带动活动区内的旅游、经济等项目，吸引更多居民及旅客走进社区。我哋呢一区入边嚟讲咧，分别有荷兰园雀仔园啦，同埋简称呢个水荷雀区啦。咁美食林立，大家都非常之清楚噶啦。咁我哋希望藉住呢个活动咧，都可以做到一啲共光嘅效果啦，等吸引唔同地方嘅游客或者其他地区嘅澳门嘅居民过嚟呢边消费咁样，带动我哋呢一个區塊的一些經濟啦。我哋每一年的攤位都是預大概20到30個咁樣嘅。咁我哋都會做一個初步的篩選啦。咁我相信可以邀請到呢些有質量的攤位過到嚟，都對我哋呢邊的帶動都有一定幫助啦。主辦方介紹，今年活動與更多不同的藝術工作者合作，在區內舉辦多項旅遊、文化藝術等活動。更多活動詳情可瀏覽主辦方網頁，或关注澳门有线电视的最新报道。